月受持学处，以此善根，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所，听闻正法而未定者，若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临命终时有八大菩萨，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菩萨、无尽意菩萨、宝昙花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弥勒菩萨、是八菩萨，乘空而来，示其道路，基于彼界种种杂色众宝花中，自然化身。你看，哎，我们人世间好来说同行是冤家，你看在这里面我们学的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的法门，哎，在这里忽然之间就出了极乐世界了。你看，如果有人想去极乐世界而未能够去，不能够去的话，药师佛和他下面的八大菩萨，你看还帮助我们，送我们去极乐世界。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无尽意菩萨，实际上都是西方世界的菩萨，但是你看没有分别的，既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上首菩萨，也是东方世界的上首菩萨。啊，你按照这个唐密来说，文殊菩萨、观音菩萨都属于莲花部的，所以宝昙花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弥勒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是释迦佛陀的这个，对不对？法王子啊，补处菩萨啊，但是在这里面就不分东西南北，或有因此生于天上，虽生天中，而本善根亦未穷尽，不复更生诸余恶趣，天上受尽，还生人间，或为龙王，统摄四周，威德自在，安立无量百千有情与十三道，或生刹帝利、婆罗门、居士大家，多饶财宝，仓库盈溢，形象端正，眷属具足，聪明智慧，勇健威猛，如大力士。若是女人得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至心受持，以后不复更受女身。这个里面你看，或许有的虽然没有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者东方世界，但是因为受持听闻了药师佛的功德功德力，或与因此生于天上，升到天上的这个福报，这个而本善根亦未穷尽，就是说虽然福报是受完了，但是这个听闻学习佛法的这个善根却没有穷尽，再回到这个再回生人间的时候，也不会堕落到三恶道去啊，生到人间呢也是有大威势力，或作轮王、转轮王，统摄四周，这金轮王就是统摄四周的，南瞻部洲、犀牛贺州、北俱泸州、东胜神州四大洲，威德自在，而且呢会安立，让这个世间社会啊安定，统治者有福的人啊，如果做统治者的话，对天下百姓那个是安立无量百千有情与十善道。十善道是什么啊？口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不妄语，身体呢不杀盗淫，意不贪嗔痴，这个十善业，就是没有十恶业而行持十善业。我们前面讲入药师定的时候，这个药师中脉、日光脉、月光脉，日光脉这边主要指这个我们生的恶业，尤其啊男的得注意，男的这个生的恶业比较重，男的这个杀盗淫这个恶业比较重，往往男人一看你就看着这边脸好了，有的那个黑气都冲到这边了，那已经什么啊什么脑血栓啊
啊，什么什么什么脑充血啊，心血管疾病已经不远了。这种你说你吃什么药行？什么中药西药什么药都跟你说，都只是辅助缓解，根本的药就是忏悔，戒恶修善。男的是这边一道业，这个业比较重；女的呢是这边一道业比较重。啊，男的这边的业呢，一般就是心脑血管，就是这个病；女的呢，往往就是什么这个病那个病，我具体名字不讲了啊。反正女的是口业比较重，异地的贪嗔痴呢，你看异地，所以异地要把贪嗔痴要转，哎，所以这个。十善业要行持十善业，那你像这样子的，哎，获胜刹帝利也是做这个社会上有威德的啊，统治者、文官、武将、婆罗门、天上地下的这些知识，他都知道的。作为社会当中最尊贵的人，最尊贵的人，居士大家。对社会有影响力的身家富商，有知见的人，这样多饶财富常不盈啊。我们现在学习了药师法了，那么我们想吧，我们是想去极乐世界还是想去药师佛国土？你就是想去极乐世界，还是有业的话，八大菩萨会来帮助我们，哎，抬轿子也给你抬去，八抬大轿抬到极乐世界去。所以你看，今天的我们今这次开法会，你看厉害不厉害？当下这个身心转变，未来世界随便选，这轮回的众生他是没得选，轮回的众生都是逼迫性，身不由己。我们学了佛了，你看。想怎么选就怎么行，对不对？哎，这个你这个都不一样啊，啊，然后不单单你有那个，而且你的眷属也好，啊，你自己长得你看，不但外面外财有啊，这个医报好，政报也好，形象端正啊，不用做整形手术了，啊，那眷属具足啊，那个眷属都是好人相聚啊，好人相聚是不是很快乐的呀？这两天我们快乐吧，哎，叫善友第一亲啊，有共同信仰的人在这里，我每一个身心都是既是接收器又是放射器，然后每一个都是共振。你像我们这么大一个会场，这么多人在一起共振，你这就不得了啊，对不对？叫共善业，这共善业，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药师佛坛城，每个人身心世界都变成药师琉璃光如来，哇，这还了得啊！未来你看也是眷属具足，聪明智慧，勇健威猛，如大力士。如果我们现在虽然是女的，但是得闻了这个药师法门之后，药师如来名号之后，我们智心受持。雨后不复更受女神，有的就想了，哎，我做女神不是蛮好的吗？学佛之后你会慢慢会知道啊，一个凡夫的女的，她是前面说的悭贪呐、嫉妒啊、小心眼呐、多疑症呐、对不对？甚至虚荣啊，对不对？很多。但是请问女的里面有没有菩萨？有啊。所以女的里面很多菩萨啊，所以我们以后哪怕再投胎，我们也希望，哎，我找一个妈妈，这个妈妈是菩萨化现人间的，所以佛陀来人间投胎，你看他就选啊，学到后来摩切陀国和迦毗罗卫国这两个国王，这两个国王选候选人，选了之后，然后再选王后，王后一选好了，最终选的净饭王，因为什么？因为净饭王的王后比摩切陀国的王后的品格要高，具足36种女德。那你想想看，
那女的也要修的，对不对？道德充满，那佛才会投胎来。你看，复次，曼殊师利，彼药师琉璃光如来得菩提时，有本愿力，观诸有情，遇众病苦，受挛、干消、黄热等病，或被焰魅蛊毒所中，或复短命，或时横死，欲令是等病苦消除，所求愿满。所以前面是说药师如来在因地发愿，这个时候呢，佛陀就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说，彼药师琉璃光如来得菩提时，由于他的本愿力的缘故，所以观诸有情，所有他佛眼所观到的这些有情，有这些种种的苦难，佛都会什么欲令是等病苦消除，所求愿满。也就是说这个已经开通了，这个信号已经开通了佛已经成道了，而且佛真的也佛眼看着我们，我们只要有这些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一心祈求佛好了，佛有这个愿，而且有这个力量，而且正在看着我们，就像这个医生正在给你号脉。哎，你只要你跟佛信号只要对着，所有都能够随心满愿的。十，彼世尊入三摩地，名曰除灭一切众生苦恼，即入定矣，于肉集中出大光明，光中演说大陀罗尼曰，这佛啊，就是入这样子除灭一切众生苦恼的这种定，药师佛的实际上根本定啊，他也是两个手，前面讲的毗卢七支里面就有，毗卢七支做的两个手就是左手在下，右手在上，这样子啊，两手。大指相轻轻地抵在一起，放在一起，然后在这儿，这是根本印。药师佛入这个三昧啊，根本定入定矣，肉即放光。佛的光不是物理的光，我们就讲正能量。正能量是物理吗？物理的力量还是化学的力量？正能量不是那个。佛的力量也不是物理的光，不是化学的不是物理的力量，也不是化学的力量。所以他入这种放大光的时候，这个定中放了光，然后光中有这个声音，陀罗尼的声音，南无婆伽梵帝毗沙奢俱卢毗卢哩波罗波诃兰舍耶耽陀揭陀耶阿拉诃帝三藐三菩提耶耽支陀，嗡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梭哈。就是药师佛这时候加持我们的时候啊，从根本的这个定放光念咒的时候，这个手印就变了一般人打手印的时候呢，我们要供养这个手啊，要学会一个根本的供养供养就是莲花，就这样子就把我们的心像一朵莲花打开了，就是这个心一朵莲花要非色非非相，也是清净的心的本然状态。一打这个莲花，然后再什么呢？把这个右手的小指压住左手的小指，然后无名指压无名指，中指压中指，食指压食指，压住之后，你看大拇指并拢，这样子收起来，就这个印。这个就是药师佛的这个陀罗尼，大光明的这个陀罗尼，这个印打着这个手印念的这个咒。南无婆伽梵帝毗沙奢俱卢毗卢哩波罗波诃兰舍耶耽陀揭陀耶阿拉诃帝三藐三菩提耶耽支陀，嗡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梭哈。南无婆伽梵帝毗沙奢俱卢毗卢哩波罗波诃兰舍耶耽陀揭陀耶
阿拉合帝三藐三菩提耶，当自多嗯，毗沙师，毗沙师，毗沙说，三摩揭谛梭哈。南无婆伽梵帝，毗沙奢俱卢毗琉离，波罗波诃来舍耶，当多杰多耶，阿拉合帝三藐三菩提耶，当自多。嗡、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梭哈。这个咒，当然我们入这个定，念这个咒啊，你自己看多少，念21遍、49遍、108遍，在这种定当中。这个印有没有学会啊？啊，压着往里面的啊，你们看着啊，是这样啊，小指啊压着往里扣进来，合起来的，学会了没有？再来一遍啊，右手的小指先压左手的小指啊，然后每一个都是这样压上去，然后弯进来，这样打着这个咒。这样子手印念这个咒，你这样子一握，你看这样，你感觉身体舒服不舒服？四个手指头都是这样交叉的，但是往里面的，不是往外面的。有的是不这样的嘞，这不是这样的，是往里面，手掌里面的，手掌里面这样。南无婆伽梵帝，毗沙奢俱卢毗琉离，波罗波诃来舍耶，当他揭多耶，阿拉合帝三藐三菩提耶，当自多。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梭哈。南无婆伽梵帝，毗沙奢俱卢毗琉离，波罗波诃来舍耶，当他揭多耶，阿拉合帝三藐三菩提耶，当自多。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梭哈。南无婆伽梵帝，毗沙奢俱卢毗琉离，波罗波诃来舍耶，当他揭多耶，阿拉合帝三藐三菩提耶，当自多。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梭哈。这样子，你看打着这个印。手印这样念，有没有感觉？现在身体有没有觉得有感觉？身体有没有热起来？有没有热起来？这就得药师佛的加持了。念好之后，念好之后，这个就放在头顶，放在头顶，然后再从食指这里打开，慢慢一个打开，放在头顶上打开的。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头顶上有股热气？尔时光中说此咒语，大地震动，放大光明，一切众生病苦皆除，受安隐乐。我们刚才那个身体热起来，实际上就是大地在震动啊，是不是？哎，然后你看念的时候，现在心是不是越来越清明了？所以这个啊，一切众生病苦皆除。那你想想看，这次法会这么殊胜，所以有的人来不了，是不是你就能理解了？有的人业重啊，真来不了啊。所以我们来了，我们要好好珍惜，不要就觉得啊，这次学了就以后又丢到脑后去了，回去没事就入定啊，师父教你们的定。那定怎么那个的呢？金刚萨埵修法里就有，比如七支做法，然后那种呼吸九次，那叫九节佛风，排除我们身口意的这个业，把它排掉。那平时要干什么？平时要学菩萨的，平时要记住啊药师佛的这些愿力的，这个药师经里佛陀跟文殊菩萨所讲的，这两位大医生在讲的，我们这些病人我们要听了哦，我们哪些病啊，我们要注意的，忌口的那些，然后吃药，你看入这个定了之后，你看结的这个印，忘了没有？所以我们汉传佛教，你看做早课消灾排位，消灾延寿的排位就是念这个咒。那么婆伽梵帝，毗沙奢俱卢毗琉离，波罗波诃来舍耶，当他揭多耶，阿拉合帝三藐三菩提耶，当自多。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梭哈。
我们前面可以念十句，这个念十句，然后后面就念这个心咒。嗡毗沙师毗沙师毗沙娑三摩揭谛娑哈，嗡毗沙师毗沙师毗沙娑三摩揭谛娑哈，嗡毗沙师毗沙师毗沙娑三摩揭谛娑哈，嗡毗沙师毗沙师毗沙娑三摩揭谛娑哈。这个念100句1000句啊，然后最后要收的时候再念，至少念3遍就完整的。南无婆伽梵帝毗沙奢俱卢毗卢离波罗波诃兰奢耶耽他揭哆耶阿那诃帝三藐三菩提耶耽至哆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哈。这个至少啊念3遍，这个完整的。然后这个手印才在头上放开，佛的力量就借助我们这个身口意，然后我们的身心得到灌顶。曼殊师利，若见男子女人有病苦者，应当一心为彼病人，常清净澡漱，或食或药或无重水，咒108遍于彼服食，所有病苦悉皆消灭。所以我们学了药师经了之后，我们也可以做医生了。自己怎么样呢？要帮别人治怎么样？一心为彼病人，常清净澡漱。这个实际上清净是清净身体，澡漱是保持口业。这里面也指我们持戒诵经诵咒啊，净化身口意，或食或药。不能说学了佛之后医院啊不要了，医生也要观想，那个医生也是药师佛的化现，观音菩萨化现。但是这个药再加上我们给他念咒，因为什么？佛法不坏世间法，你要记住这句话。就是那个药不管中药西药，那它不是唯一的，我们还有佛法，或者是食物里面给他念咒，或者是这个药里面给他念咒，或者是无重水啊。这个过去古时候啊，那个水佛陀都特别关照，这个水一定要过滤的啊，要过滤。然后咒108遍108遍给他吃或者给他喝，这个对他的病是治愈特别快的，悉皆消灭。药师法门是他是强调的，佛身心病84000病都可以治。哎，你看叫所有病苦皆得消灭。你到医院里中医西医都是有这个科那个科，对不对？前面讲的什么啊，对吧？那么我也记不过来，什么眼科鼻科耳科内科外科，那么到了我们师兄那边啥科也没有，佛科万病总治。若有所求，至心念诵，皆得如是无病延年。啊，不仅仅是有病治病，没有病怎么样？长寿啊！像佛教里面长寿法，就是说他修了那个长寿法，可以增加12年的，增加1周的，就是这个生肖不是12年嘛？它可以12年到13年的，一般性可以延长寿命啊，哪怕就是。命中之后也生彼世界，这个彼是哪个世界啊？就生琉璃光世界啊，得不退转。这个得不退转什么意思啊？也叫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里面，这句话叫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就是不退转菩萨，得不退转，乃至菩提。什么叫乃至菩提啊？不要说做阿惟越智菩萨，乃至都可以成佛的，说明这个药师法门就是一个成佛的法门，是不是？所以看看这个8个字啊，这实际上，哎呀，都是太伟大了，得不退转，乃至菩提啊，这菩提就是成佛的意思。是故，曼殊师利，若有男子女人于彼药师琉璃光如来至心殷重恭敬供养者，
常持此咒，勿令废妄。你们会不会废了？会不会忘了？那太好了，拜托你们了，这世界有希望了。复次，曼殊师利，若有净性善男子、善女人，得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应正等觉所有名号，闻已诵持，成交此木，早速清净，以诸香花烧香涂香，作众祭乐，供养形象，于此经典，若自书，若教人书，一心受持，听闻其意，于彼法师应修供养，一切所有资深之具，悉皆施予，勿令法少。如是遍门，诸佛护念，所求愿满，乃至菩提。佛陀亲自在给我化缘啊，是给我还是给你们？给我们大家啊。如果有人这么做好嘞，一切所有资深之具，悉皆施予，勿令法少。你看，哎呀，这个是叫不求自得啊，不用求的，自然而然你有这个福德了嘛。哎，你受持这个法门，你身口意都有这个功德的啊，自然你就会成为人天福田，对不对？虽然说自由下课啊，我看在这边啊，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一本经书啊，它表是表的侧页，它是可以拉开的，一展开你看啊，这一本药师经，这么大的药师经，我估计也世界第一了。对在五台山啊，抄写的时候，总共8天时间，从6月初1到6月初8圆满。这个8天时间呢，很神奇，每天百花药草香啊，弥漫着整个抄经的现场，啊，沁人心脾。所以啊，我们要感恩这些百花的这个药神呐、草神呐。他们都是来供养这个药师经的啊，所以这个裱好那天送过来啊，一送来哇，房间里就是充满了这个力量啊，所以供在我们法会现场。今天法会啊，在讲经学习即将圆满的时候啊，大家也是这个不仅饱眼福啊，是一种缘起吧。供养形象，于此经典若自书，若教人书，这里面就讲到书写经典的功德。我们这个时代乃至未来的时代都是这样，人呢、能够受证真情的很少，大多数被横死。但是今天学了药师经之后，学了药师法之后，
你看，我们都系了安全带了，都未尽之寿。